现有的电饭煲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吗？外来媳妇本地郎，父母要吃面，媳妇要吃饭。现在家中所用的电饭煲煮三人四碗饭，只能勉强盖满锅底，饭不香，口感也不好。煮多了，饭香了，口感好了，但吃不完，造成浪费。全球每年有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食物被浪费掉，中国人每年倒掉的食物可以养活2亿人。零零包来了，颠覆几十年来传统电饭煲的模式，开启全新味蕾时代。零零包采用革命性的双蛋设计，一锅两制，触摸板加旋钮控制，轻轻一点，左右双锅随意切换，简单烹调，一触即发，一个煮饭，一个煮菜，一锅两制。零零包完美满足家庭内部不同需要。零零包还拥有丰富的 APP 远程操控功能，早上妈妈把食材准备好，中午用 APP 远程控制，独特的保温与密封技术让饭菜口感完美保留，更有云菜谱任您挑选下载，让厨艺不精的您也能 hold 住所有美味佳肴。零零包两大型号，功能相同，容量不同，满足不同人群需求，美味不浪费，尽在零零包。